咁就多謝大家參加啲 quiz 啦。咁講一講賽例先，咁就兩 part 嘅。第一 part 就啲答題，咁就我陣間會用 mentor， 我考試用 mentor 咧，邊一個社去答邊一份邊一個 setting， 咁每條咧就十分答錯唔錯分嘅。咁而家 part B 嘅搶答題，咁大家就用現時個搶答機去搶答嘅。咁每條答咧就扣分，答錯就扣五分。咁樣如果答錯就一次補答機會嘅，咁補答啱咧就加十分，補答錯咧就扣五分。有冇問題？冇問題。咁而家就試下部搶答機先。咁就由邊開始咁樣？Thank you.
人事係自然嘅，或者專業化嘅嘢嘅喎。啊，準備未？啊，十分時間依家開始。聽日以上真實表，假如聽日請找出 H6K 和 K5。
哥喺美國加州山頂上嘅總部，喺你稱為就幫助。依家喺創造性能力師。以上程序輸出咩手續？係佢話以上情景將會輸出什麼？因為個輸出唔係個情景。你當係 C 正確。但係應該咩寫明顯到程式設計目標嘅分類係先嘅。沙爾委員界講呢度，佢提供嘅記憶體實行嘅地方。
就係 C 同正確答案係 B。以下幾個因素會全面咁影響 BitTorrent 所按分享協定程式嘅下載速度。USB 3的最大傳輸寬頻 transfer bandwidth 係幾多 ？C 正確。入邊一個情況係嚟緊最高。電流標示。C 正確。設定完成。中午有事情，睇住打落去先。二號啊，啊，準備好未？好，我希望係 Christmas 嘅附近嗰邊嗰邊一行要食東西。二情況，我啲老師啊。以下第一項副檔咧，係我要等我嚟解釋。
黑夜城假嘅意思就係話，假即係 false 即係 F。咁你根據呢個左邊嘅生成表咧，見到 log K， 咁你 log K 由 false 變咗 true 啦。咁你再睇翻右邊嘅 P or Q 呢個 true 地，咁你見到即使 H 升 K 係乜嘢嘅話，只要 K 係正確嘅話咧，咁成個 statement 即係成佢 statement 都係正確嘅，因為你見到只要喺 P 同埋 Q 嘅只有其中一個係正確嘅話，即係如果係 T 嘅話咧，咁成個 statement 即係 P 或 Q 咧都係 T， 即係 true。咁你聽唔明咧，咁就去旁邊。
試下坐嘅。咩試啊？喂，所以你咁坐嘅。A 係啱。好大好事，好大好事。以下哪項不是未到期嘅其中步驟 ？A decode B execute C read D store。A。A 係錯嘅。三啊，機會。以下哪項編程語言甚少用於遊戲創作 ？A. Lua。B. Pascal。C. Objective C。D. C Sharp。A. D 係錯。D 係咩啊？做多次。C Sharp。WhatsApp Manager 已於2015年1月推出 WhatsApp 網頁版，以下哪個平台係唔受支援嘅 ？A. iOS。iOS。雲端儲存服務提供 WhatsApp 免費用戶註冊擁有幾大嘅儲存空間？2G。哪項智能型個人助理由 Microsoft 公司開發 ？A. Siri B. S. Voice C. Hi D. Cortana C. C 係錯。D. D 係啱嘅啦。Thank you.
A 係錯嘅。好難。以下那項不是某些系統時間在2000年出現過出現故障的原因 A 系統不支援超過二的開關32次減一秒以上的時間二的32次放減一秒以上的時間 B 系統程式 C 誤以為2000年不停電 C 系統不支援年份千位數字中位 D 系統不支援年份百位數字中位 C 是錯的D 都是錯的即刻想起以下哪一項裝置並不是輸入裝置 input device A 追蹤球即是track ball B 操縱桿即是joystick C 光標閱讀機即是optical mark reader D 繪圖機 C C 是錯的好難好難好難因為好難冇牌啦，答案係答案係多繪圖機，圖機係個構圖嚟噶嘛，繪圖嘛，唔係就係四 C 嘅解釋就常見嘅解釋就有兩種規格，以下哪一項係其中一種 ？A 2048×1080 ，B 3800×2160 ，C 7680×2320 ，D 8192×2320。重複一次，四 Q 解釋度常見的解釋度有兩種規格，以下哪一項是其中一種 ？A 2400×1080，B 3840×2160，C 7680×2320，D 8192×2320。B 網絡層 network layer C 傳輸層 transport layer
啲應用層 application layer。收得重複定係冇人打？重複啊！重複啊！重複。超能電傳輸熱定 Hyperless Transfer Protocol HTTP 屬於開放式系統互聯通訊參考模型 OSI Model 中訂版個層次 A 資料連結層 Data Link Layer B 網絡層 Network Layer C 傳輸層 Transport Layer D 應用層 Application Layer。好啊，
得啊，係啊，所以是啊，呢個叫做咩？疏通數啊，係啊，就佢哋啊，係啊，呢個正啊，疏。Of course.